非常好的成效，所以今年我们在高雄举办这样的一个自行车的活动。高雄是我们这一次纽崔莱星期日的第二站的活动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能够带动我们所有的全民，能够推倡这样的一个运动，能够不仅是在每一年有一次我们有那样的一个聚集，更重要的，我们也希望这个运动能够推展到全省。